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地平线：期待黎明》。完成，残血，水也耗掉不少。再来，啊，这个，之前尼尔跟我告别，跟我约在这边见面。我们来去见他一下。Stocking up。他究竟有什么事情要找我？点点点，为啥要点点点？尼尔，不是，他不是。那个尼尔，他是那个强尼大夫。嗯，这附近好像都没有药草。Probably needed the wash.来多点药草吧。哦，约在楼上哦。补满了。究竟找我什么事呢？哎，这个是那个吧？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卫星的接收器吗？应该是那个的遗迹，很像。我觉得应该没有错。居然还发现一朵金属花。Well, you're not ordinary. 谁被他杀了吗？谁被尼尔杀掉了吗？I'd have to leave something else behind. 尼尔疯子，你在这边究竟是在做什么？No, I did wonder on my way here. Well, if you were luring me into an ambush. Where's the fun in that? Some bandit sprawl would never have done for our arena. But this, much better. There's a sense of drama. So, what do you say? How about we try to kill each other? Huh? Wait, you brought me out here to ask if I want to fight you?To the death. We'll savor it because we only get this one time. Actually,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expected. 好啊，你既然这么爱打，想要付出你的生命，我也就不阻止你了，对不对？ If this is how it has to end, Nil. Everything does. Only, you are so conscientious.
I wouldn't want to push you into something that wasn't genuine. Especially death. There's nothing more genuine. That's very thoughtful of you. 还叫我再选一次。Let's finish this. 来吧。好弱。死啦。尼尔是干嘛的？你说在外尼尔吗？这外尼尔是一个很爱杀土匪的人。非常爱，他把杀土匪视为一种运动，蛮有病的一个家伙。难道你要他去踩地雷吗？我是随便丢丢，看他能不能踩到啦，踩不到就算啦。Oh, don't look so concerned. I should say I always knew it would end this way. Since we first met.But if I'm honest, I thought I could take. 你想得美，你根本就弱爆了。他的姿势怎么有一点，怎么有点变形啊？哎，他的手整个扭到后面呢，他手扭了身体一圈，变橡皮人了。啊，再见了尼尔。虽然我杀了你，但我没有很难过。没，只是好奇想知道他的 AI 会不会绕开地雷。我也不知道欸，来不及实验了。这是不是最后一个裂化区啊？感觉好像是最后一个裂化区。OK， 我们往那边前进吧。我要怎么下去？上次，应该是上次吧。我们在法罗自动工程的时候，有看到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状况，像是有那个绿化的机器人啊，有战斗的机器人啊。我后来想一想，可能像草食者啊，或者像我们可以骑的这个昂布者、冲撞者，还有什么那类的草食的，应该就是
用来恢复环境，它会清扫地面的东西，大概啦。然后像追踪的机器人、守尸者那类的，大概就是保全。然后核心者那种搬运型的，就是特别功能型的机器人，像死之信使跟那个猎化者，就是战争用的机器，所以他们并没有全部都是战争的机器。至于雷霆牙，雷霆牙跟像风暴鸟啊，那种特别强的，我真的就不太知道了。如果只是警备或者是其他功能的话，会做到这么夸张的机器吗？而且那个大小也不太对。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欸、追踪者的猎化区。You're going down。蛮远的，一直一直射。哦。掩体大好，他还是打得中我，哎呦，差一点哦。跑远了，怎么跑到这边来了？巨齿兽，如果是清野者的话，就可以那个了，就可以拆枪了。占领好啊，希望巨齿兽能够帮我打掉一点，打起来了，我最省事。对付一只呢，你这样哪赢得了呢？追到哪里去？不会吧？
死了。开上他的大炮，应该就比较还好。快！有多硬啊！好，杀一只。哦，直接开始。对面还有受伤的，我用猜的好了。不晓得还有多少只，说不定最后一只了。希望不要还有更多的。不要用冰剑，炸！呀，炼化区也收拾好了，无后顾之忧了。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